我一直非常喜欢皮肤这两个字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皮肤。什么叫皮肤？皮肤就是一个具有热血的。我操你娘的！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，感情对于他来说就是最大的砝码。他可以很冲动，但他做出来的事情是有血性的事情。其实我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书生的样子，你内心就是一个匹夫。老子这个戏啊，主体演员都是年轻这一行的，共同语言很多，而且呢，这个剧组讲的就是兄弟情、手足情，大家在一起呢，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土里边滚，土里边打闹，没法不成为一家人。我们大家诚心诚意的把这个故事包装好了，拿给你看。我们只是给你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多么有趣味。我们只要肯掏钱来看，你们就会觉得很爽，就会觉得非常的好看。那么我们心意就尽到了。是这样，我觉得每个电影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担当。一帮热血的人去玩一把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我可以骄傲的自豪的说，每一个人都做到了匹夫应该做的一份，每一个人甚至在超额完成这个。